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迷梦乐器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支 Kepler 的新款的 KS100 系列。KS100 系列它就分为，单单双、单单单和单单双，然后还有枫木琴颈啊、玫瑰木指板的啊、枫木指板、玫瑰木指板啊，它琴颈都是枫木的。然后100系列是上了油漆的，然后这里没有做这个原切。所以它跟那两1250系列还是有差别的，然后10英期它最新款的做了一个升级，非常好。然后6点的这种 vintage 这种琴桥设计，Kepler 自己的。然后我们听一下这个琴的音色。那轻音的话，声音是，怎么说，就是比较的，其实有点变比较分的啊。但是它声音的质感的话，肯定还是在这个价位里面的。但是整体的没毛病，各种均衡，各种比较稳定，然后弹起来手感也特别舒服。跟150比起来的话，它声音的音色稍微的要比150要散一点，这个是肯定的，因为它的配置啊，包括它的硬件啊，各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差别。我们再来听一下它的过载。OK，它的声音弹起来的话，就是是大的款的这种音色，然后非常稳定啊，整个声音包括它的共振也做得不错。这个琴毕竟它2000来块钱价位的，跟150会有一些细微的区别，但是对于入门的人来说的话，这个琴其实是很 OK 的，就是让我们听一下它的失真。
啊，很顺手，弹起来特别顺手。OK，所以这个是单单双配置的这个110版，然后还有它还有枫木的，然后还有单单单的。下面我们试一下单单单的音。